开始啦。这是个困难艰巨的挑战，它将一人勇敢面对。M2 大饵你成功诱惑一大厨的冷冻海鲜，全部只需要 M2RM 还买一送一小乌贼鞭子鸡排鱼片蛤蜊鱼滑，到底该如何选择？火锅汤料包在这里也买得到，火锅的金水辣椒酱买一个，转眼间已经满满的一车，饭后甜点这里也有。一个人吃五个人的分量，五人份的食材要M1摆不到，很厉害吧？